我们赶紧来野，哒哒哒哒哒，没人来啊！知道要吃饭来的最快就是我们丐帮的人。我坐这儿。弟弟，哇，钱老板，钱掌柜，我因为支持宝哥落得如此惨淡，朋友们。钱掌柜，没事，不用，不用，不能给他钱哈。 花子呢你？哦，怎么比范丞丞现在有钱？哦，在下许仙，敢问高姓大名？哎呀，掌柜的。哎呀，翩翩美少年啊，许公子是吧？乞丐。这嗡嗡的声音是什么呀？我们那个年代可没有这种东西啊。我白景琦闯荡江湖，独创家业。 这是谁来了呀？哇！怎么不认识我们了？穿上好衣服之后，那你兜里还有世界币吗？只剩下帅了。在这演个够，来回溜达。嗯。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我想。 别有一番韵味。哎呀，让君呐，你是不是我的黄粱呀？呀，可以喝黑。有生菜生饭不？还钱还钱！<笑>今天因为吃午饭需要大家购买了，我先说一下大家所剩的钱财啊。首先，玲姐一半元世界币，程程现在是零啊，真的一分不剩啊，是零啊，零。<笑>咋的？哎，兜里还有啥呀？我们今天啊，先请到本地的铁定溜溜的行政总厨。大家好，我是铁定溜溜的行政总厨吴君强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老师你好，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温州特色菜。温州靠近海边，靠海之后海鲜的特色，就油焖啊、花蟹啊、鱼丸啊、鱼面啊，还有我们这里石斛之乡，我们用石斛跟菜的浓度，对营养价值极高。我们所有的今天这六个菜都是吴大厨亲手制作。哦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程程向你分别介绍一下。著名的主食之一，米饭，售价是100世界币。 香酥小鱼干，选用我们乐清湾里面的小海亭，经过高温油炸至酥脆，200世涅币。多少钱？200世涅币，那道菜跟我这事儿以上是一个价了都。<笑>来下一道，这道呢，它是园区自己种植的有机蔬菜，然后呢现摘现吃，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和原有的味道，售价500世涅币。这个菜真的很好吃，吃不起。 这道菜呢，就厉害了。这道菜是石斛花蛤蜊蒸蛋，选用本地土鸡蛋，在结合乐清湾小海鲜蛤蜊，再加入现采的石斛花，这样就提升了这道菜的营养价值。而且做这道菜的时候，还特别添加了海天金标生抽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加了海天金标生抽，香香的真美味，自己在家做蒸蛋也可以加一点。我，嗯，我看看最贵的到底是什么？这道菜是特色瓮缸鸡，外皮香酥，非常好吃。现在我们可以买了吗？那我们从玲姐开始吧。全部端到我那儿去好吗？你全买啊？买多了。玲姐呀，5100啊。啊，行啊。龙龙，我这么有钱，我也来只鸡。宝哥
它的小鱼干呢，香香甜甜的，好吃吗？小鱼干辣椒里嫩呢，是不是？那我来个小鱼干吧，只要小鱼干就够了。我这个嘴胃小，我胃小。给程程买米饭，酱油拌饭。好了，请大家慢慢享受午餐啊，吃完一起开启古代的商业之旅吧，开启吧，开启吧。青春有滋有味，海天天天香醉。走吧，走。哇，好美。
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来这里，各位老爷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水古街。这个丽水古街的前身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项水利工程。哦，哎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呢，这里现在逐步的变成了一个集商业还有民俗交流的一个场所。而且神奇的是，这个水利工程至今还在被我们使用沿用着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丽水古街这儿也有浙南都江堰的美名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咱们的讲解员晶晶。晶晶你好。你好。由晶晶带着我们一起浏览一遍丽水古街。好呀。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正对面有一条古色古香的长廊，这条长廊的话就是我们的丽水古街了。它最早的时候是一条堤坝，后来因为往来的盐商众多，慢慢的就把它修建成了商铺，做盐的大买卖以前。在这个走廊这里有2米宽左右修建了这些屋檐和美人靠。美人靠啊，玲姐，这个叫美人靠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哇，哎呀，来吃饭了，让大家来吃饭了。来吃饭，你看还有人叫你互动呢。你看这还挺漂亮，好漂亮！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我们的内湖中央，有一条小船，乌篷船。哦，好浪漫。邀请，不是叫乌篷船，它的学名叫做泽猛舟。泽猛舟。对，这条船是我们南西江水域比较常见的交通工具。据记载，山水师鼻祖谢灵运乘坐泽猛舟游览了整条江流，很多文人墨客也随着谢公的足迹来到了永嘉，因此我们南溪江也是被誉为流着诗的江。有没有哪一首我们一听就特有名的诗句啊？李清照有一首诗，只恐双溪泽猛舟，载不动许多愁。哇，载不动许多愁，有意境。